小白鼠，你又来找我了呢。没关系的，绿植姐姐，像你这样口是心非的人，我以前其实也见过不少呢。嘴上说着不感兴趣，心里却对我的实验好奇得不得了，甚至还有些渴望。这样的人也是有的。哼，算了吧，梅比乌斯。像你这样满口谎言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自愿来参与你的实验？谎言？大姐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可不是艾莉西亚哦。哦，是吗？那么，存在于此的就是真正的梅比乌斯。对于这句话，你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哦，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，还需要解释吗？你还想隐瞒到什么时候？乐土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应界存在，和其他人一样，你也只是梅比乌斯的记忆体，而非真正的梅比乌斯本人。嗯，记忆体。所以呢？这和我所说的有什么冲突吗？如果你真如其他人所说，拥有那种堪称不死的能力，那真正的你应该还存在于现实中的某处。已经犯过的错误，还需要我再来为你指出一次吗？是谁告诉你，记忆体就不能是真正的梅比乌斯了？你这已经是在强词夺理了。怎么，终于意识到了？的确，还有一种可能性，能让这两件事不再矛盾。你出现在乐土中的方式不同于其他英杰，反而和我和其他参与试炼的人更为相似。也就是说，当初你很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留下自己的记忆体，必须要用自己的意识来填补乐土中的空缺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似乎也可以解释灰蛇为什么没有执着于让你来成为世界蛇的尊主。那样做的话，等于是在破坏往事乐土的完整性。不好意思，大姐姐，打断你一下。请问，你在推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在想，现实中或许的确还存在着另一个梅比乌斯，只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。他的躯体或许被保存在了某个隐秘的地方，用以维系乐土中的记忆体，也就是你的存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们每个人的想法也就都能解释得通了。哎呀，大姐姐，你还是不要继续乱猜下去了，说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，我听着都觉得可怜。无论是灰蛇还是克莱因，他们对我的了解都还是太少了，你根本就不用在乎他们的判断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在你面前的就是真正的梅比乌斯。你可以把这当成是谎言，但你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反驳我的证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就只可能是真相。